又来开箱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特雷西，今天收到了龟商粉丝的快递，打开看一下是什么吧。两只小青龟，小青龟不用多说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在国产龟中颜值算是比较高的了，还是挺紧张的，头都缩起来了。今天外面实在太热了，已经41度了，到家空调都没敢开，先把它拿出来放在小盒子里，让它待在安静的地方适应一下室温。今天室温已经达到了29度，水温也有28度了，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进水了。先把它们放到隔离盒里，慢慢适应一下水质和水温。方点龙眼液帮助它们提供安全感，有助于更快的适应环境。就这样让它们静静待着吧。刚到家的龟切记不要着急喂食，尽量少打扰它们。近距离看它们头部颜值确实不错。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